小伙户外挖出紫水晶，架着一套海景别墅，这下赚大了。小伙经常和朋友出去探险，当然寻宝也是其中之一。这次发现了一个风水宝地，据说下面藏着很多水晶，找了不少帮手，甚至还动用了挖掘机挖出了一个大深坑，紧接着就是寻找水晶。你还别说，这下面的土质非常的疏松，真的就找到了水晶，别提有多兴奋了。但水晶也分三六九等，不是挖出来一块就很值钱，这些成色并不是特别好，但算得上是一个好的开始。还聘请了一个行家在这帮忙，手把手教学，可以隐约看到隐藏的水晶。小伙激动得不得了，这块头可真不小，小心翼翼地拿起来清理一下上面的杂质，真的是收获颇丰。最完美的就是手中这一块紫水晶，天然的艺术品，估计都能买一套海景别墅了，运气可真不赖。如果你有遇到，可千万不要错过哦。